心理学有长长的过去，但只有短短的历史。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，人人都有一套自创的心理学理论。然而，你真的懂心理学吗？不要以为你读过 Lie to Me 你就懂得微表情，不要以为你读过梦的解析你就懂得精神分析，不要以为你看过沉默的羔羊你就懂得心理治疗。真正懂得心理学，你就会知道应该挑哪个颜色的衣服，知道如何让人第一眼就喜欢上你，还会知道怎样用潜意识来保护你自己，更会明白如何让你的梦境更加美丽。所以心理学其实是让你生活的更加精彩，让你真正懂得你的生活。我将用最生活的语言教会你最专业的心理学知识，和你一起探索颜色背后的意义，发现记忆的奥秘，揭示人格的面纱，勾勒情感的轮廓，解释人类的行为。让我们一起用新的视角打开新的世界。心理学与生活，讲述你自己生活的心理学。你懂的。